好的，接着下来，乔爸，你女儿来了。好啦，这个是乔爸的爱啦。然后这个是我刚好跟他去逛街，因为他很爱买 Versace 的东西，所以他也送了我一件就是洋装，然后跟一些饰品。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包，就觉得蛮好看的。然后店员说只有一个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一个的话就一定要收藏，因为。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他们家的包包，第一次，然后想说好，然后后来我爸就帮我系上他的那个他觉得很好看的丝巾，对，你爸爸打的，对啊，哇哇，他爸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乔爸一定要来，他还可以教我们做这些工作，对啊，这是你喜欢的品牌爱马仕丝巾，对，他把爱马仕跟那个 Versace 合在一起，他亲自会帮你打针。对啊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就说，因为他怕这个手把白色部分会脏掉，然后因为他看我之前的托特包那个 Fendi 已经我弄到有点就是。底已经软掉了，所以他就说他要买一个新的。他下次有加轮子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比较硬这样，所以要换一个。他说他该退休了这样，但因为我不知道国外这个有几个，但是台湾的话那时候店员是说只有一个。台湾应该是少量啦。对，然后就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是今年是流行蓝色，所以就想要有一个蓝色的包包，然后又。它不会金金的，因为很多他们都是比较，而且刚好在这一季是 Versace， 它走的路线是完全是这种很海洋低调的颜色，因为它自然大自然，对，大自然，对，天空蓝色，因为我爸就买了他们的西装。那个蓝色系的，所以他就觉得，哎，那这样子我其实是他自己想要买，顺便买一颗给你，这样说不好意思。现在就穿一整套，然后说，那他下次穿那样的话，我可以拿这个跟他搭配，这样，然后又买了一些衣服跟他妇女装的，哎呦，对，哇，对对，还记得，不是非常贵，但我觉得是爸爸的爱啦，对，多少钱？这个大概6万左右。哎，他拿起来，我刚想说他会很重，但是其实他提起来蛮对，蛮轻的，对啊，哎，轻哎，对啊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，因为我之前的那。那个就比较重，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帆布，对帆布。我刚远远看，我以为是有一点点胶，就是那种硬的那种胶。其实对，它是这个不重，因为往年最早这个好重哦，对，最早的第一代的时候，最主要它是当时五金件这一些，但是现在都改良过。对啊，谢谢，就爸爸的爱这样，虽然没有到很贵，但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好诶，我就是小资女代表啦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客气，客气，请坐，请坐。好了，接着下来呢，来乔爸，直接叫乔爸了。没有什么买不到呢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去小香，然后就很想买黑色包包送自己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柜位上全部都是那种粉黄粉绿，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就一直很想要，然后我就一直跟柜姐讲，但她就一直不拿出来，就说我们现在都没有黑色，现在就是都是这些颜色这样，然后一直到我跟我的女生朋友订了鞋子，然后买了墨镜，然后还有买了耳环等等。他才终于，我们就坐在那个沙发区，然后我朋友还在看外套什么，就坐在沙发区。他突然间从沙发区旁边的那个叠毛衣的地方拿出了这个包包，放在一个黑色纺尘袋里面，客人留下来，说叠毛衣那里啊？对，我傻眼。他说：“好吧，那我看你买蛮多东西。”他说：“那这个包包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，但是因为它是初恋，然后也只有一个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要看，然后一拿出来我就背，我就觉得哎，哇，很可以啊，因为我平常也是穿的蛮休闲的，就是穿一个 T 恤、靴子什么，然后我就说我要买单，然后他就说因为只有一个，你确定吗？我说我确定啊，就是一个我才要，不然你要我要买两个吧。对啊，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本来这个是要留给他的 VIP， 然后因为我不认识他嘛，然后我那一天我的 sales 就是休假，拼拼凑凑了一大堆东西，然后才买到，然后刚好就是那一年的秀，就是尤其是初恋，因为之前都是细的恋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很好看，我刚好有搭上了流行趋势，然后。又买到我想要的颜色，听起来像就是，比如去一个店里面说啊，我先点个小菜好了，对，小菜点一点点的啊，那个主菜轮到我，哎，刚好有客人，他这盘没有，还有哦，那盘给我吃。老师，你刚刚那个比喻不对，你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年我去那个纽约的一个 bar， 我们刚游泳回来，然后就是想说夹脚去顶楼，对对对，去喝个吧，对，没有我们的位置，根本就没有人啊，没有我们的位置，我就说
因为还有爸爸妈妈。对。哦，我说，因为今天是爸爸，我随便乱掰，我用我最会很厉害的英文，就是说我爸呢80大寿，然后我们想要开4瓶最棒的香槟。对。你们这里最棒的香槟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他就说啊。你想要什么 label？ 你要想要什么国家？对，我就讲了几个品牌。对，啊 ，Dom Perignon 或者是什么几年的这样，你有吗？那是我爸最爱的，他最喜欢的什么？马上有位置，马上就让我。真的，这么势利？他说8点那个这一桌客人才会来。哦，那个时候我们是黄昏，我们在5点半嘛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去吃晚餐也不是，然后要回去睡觉也不是，我们想说干脆去顶楼喝个香槟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当然也就是觉得他也有点歧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就没送，然后我们又是住在这里的房客，你跨过请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就是说穿个那种 T 恤，然后头发湿湿的，就是。但你一看你也知道我们是住在那里的人。对。你看现在头发其实也很时髦啊。对啦。好了好了，我没有化妆跟画眉毛了，这样好不好？也是巨星。他只是想就是说去敲个几杯，然后就是很 chill 一下，等一下就是去吃饭了嘛。谁知道在那边很机车，点最贵的香槟。对。对。然后就你要什么都有了。后来你知道我们吃 oyster， 他也请我们哦，因为我们开了4瓶，我们真的开了4瓶香槟。后来也因为这样，我就认识，比如说那个经理叫舅吉，好了，舅吉，我每次都叫他舅吉，然后呢要再见的时候就给他100块美金，舅吉拜 ，see you tomorrow， 然后 OK，see you same time，happy。听起来就是给他钱的意思，就挤好一挤。对对对对啊！所以你要记得那个名字。真的。然后后来呢？去年的时候去了日本，然后就一定要去银座，一定要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的女生朋友进去这里，我也是想要找一些比较特殊的款式。反正家里因为也是很多黑色啦、粉色已经很多了，想要买一点不一样的。然后就跟他们的人说：“哦，我想要比较特殊的颜色。”他们就说没有，就是这些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因为我一个女生朋友，她是他们的 VIP， 就是因为她知道我想要买包包，所以她就直接先帮我挑了她要买的几件外套，然后跟手表什么的。然后那个 sales 马上就说，哦，你是跟她一起的吗？马上就拿出了这个包包，说这个是银座限定款，会赢的包包哦，银座限定款哦。然后他就说他这个手把又有那个不同的颜色，有哎，对，然后有粉色、蓝色，然后黑色，这样就是很特别。这边也是这个肩带，这边也拼在一起，拼在一起就粉色、蓝色，然后黑色、白色，我就觉得哎。这包包我还蛮喜欢的，多少钱？这个大概20几 ，OK 啊。对，但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不管它什么价钱，你有钱，就算它菜便宜。你有钱就买不到，而且是他，而且是他朋友，而且是他朋友用了4套衣服的代换成一个，换成一个包。他那一天花了100万台币，要我要要，为了要让我买到我想要的包包，我很谢谢他。所以重点哇，重点不是说20多万买得到的包，是要一个好朋友，对，要一个好朋友，真的，我很谢谢他，就这样帮我。不然的话就不拿出来。对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来来来，最后跟乔爸致敬，就这一把。这也是乔爸买的吗？没有。他这个球拍超轻的。对，因为呢，这个呢是因为我去年开始想要学网球，没有想要想要学网球。太气质嘛。还是家里是乌克兰，还是蚊子太多了。哦，这样子。蚊子。没有啦，就是因为去年开始想学网球哦，然后刚好那天就跟朋友去逛网球店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啊，学网球就不是去逛网球店，对，就是刚好就是要去网球店，刚好经过香奈儿，然后想说哎进去看看，因为之前在秀上面有看到这个，想说他会不会有呢？对哈。对，而且他还卖包包，好像也有网球，有包包的拍的镜子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他那时候那一场秀刚好就有一些网球系列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会不会有网球拍可以收藏一下？你想要先学网球还是？配备要先买好啊，应该是先买起来。公寓算其实必先立其器，没错，先立其器。那你不是初学者吗？对，我是初学者，但是还没学，我先立其器。
气，对，先把东西买起来，然后就会有一种力量，对，真的，支持我，没错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嘛？嗯，假如说你没有东西，你就不想学，对，对，很有说服力。而且呢，这个很棒，它是初学者使用的，因为它比较没有。初学者使用。对对对，因为它很轻，它很轻，它怎么打都打不赢。它比这个袋子还轻，它真的很轻，它超轻的。这个是你拿到会吓到，超轻的。有没有可能它贵就是那个袋子？这个这两个看起来像那个武侠片，有没有？武侠片的水弟子，水弟子怎么打球都过不了。哎，真的是蛮轻的，所以它是初学者用的球拍，很适合初学者的我。这比我女儿的，这比我女儿的玩具拍还要轻。我跟你这样子说，对呀，对，它可以直接这样，它每一个衬衫都是香奈儿，你看后面有个大。大羽毛球对，可以哦，这很实用哦。所以你去学网球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？都要背了，你要背。而且我是香奈儿，我是跟香奈儿跟 Gucci 联名，因为有点舍不得。哇，你好珍贵哦，你也是限量的哦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。对对对，香奈儿跟 Gucci 联名哦，拜托，联名，欧明这一件，真的，整套，你可以配一整套，对对对对，你是香奈儿整套的，你可以配一下，可以配真的。哎，你这样很搭哎，好搭，哎呀，你要买三个了，你要买。三个女儿都会想要，对，可爱哦，真的。要买，只要是妈妈想要买这个吧，不是那个吧，都想要。那所以这个你打过几次啊？两次。对。那还有再继续学网球吗？因为我上了十堂课了啊，对，但打两次，另外八次是就是有买比较再重一点点的，再打下去。对，我怕它会坏掉，不是会 logo 会变成开根号，会不会？因为它会一直掉漆，它会一直掉漆，因为有点舍不得它一直跟那个网球。你一直还打一打，那个 logo 会变 Gucci 了。不会，我跟你说，你其实你也可以去学踢足球，有啦，有它放上球根根好哎，有哦，真的对耶，真的耶，我好忙哦，要选的小东西，而且你还可以背孩子。腿，我可以背露娜，我的猫，对，猫咪放进去。孩子也不见得是要背真的，你可以反正就是背或者背一个。对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因为它这个已经买不到，蛮有人性的，实用啊。还有你手如果受伤啊，不是？定住，对，可以去。对，谢谢老师给予那么多的建议，好棒。对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还蛮可爱的。我觉得香奈儿会因为这一集而做这些东西。真的，它有黑色。对，它有黑色，但因为我觉得白色比较美，所以我就买了白色。你说台湾就只有J 黑白一只，因为只有他要买。就而且它还不是随便拿出来耶，我问很久，然后他也是。因为你刚刚说你要学。对啊，你要买了四件外套，就是想买，就买了一些东西。你说你要学网球，你可能要学全。为什么连网球学什么这些，他都收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很限量的东西啊，然后现在也没有了，它是绝版品，没有。它是那个系列吧？对，那个系列，季节性的，季节性，它就是一点点这样。明白。对，但是对啊，就是没有就没有。那现场大家有没有真的很喜欢、很想要？我想买滑雪系列的，因为我最近要学滑雪。好，那下一次，我再帮你。那时候买哇，十几万，那有十几万，但是二十。哦，你这样穿，你这样背其实很好，很可爱，对对。大的小箱，对啊，可爱，每一个店员应该都背这个，真的，可爱，就觉得很俏皮哦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因为拿到那个球拍，觉得哦，初学者用的耶，然后就背着这个，所以现在就一直停留在初学者。对啦，应该，因为我到现在还不会发球，哦，就是只能击球，就是。反正在家里如果有蚊子的话，就拍一拍啊。嗯，好，我会把它充电一下。买了这些东西还是要用啊。对，有，就想收藏起来，我怕它歪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今天介绍的，我再帮你找到。可以，我超想要滑雪。今天介绍的东西呢，哪里买？我们可以追踪女人我在的 IG， 然后呢，我们怎么样联络到这个新一的弟弟跟乔爸，也追踪他们的 IG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